今天的 vlog 是日本洛丽塔品牌主理人 Justin 在巴黎举行的夏季茶会。那么首先和我一起来后台看看接下来要发售的新品吧。嗨，这是茶会走秀的装扮，好喜欢这个大花，超级好看。对，然后上面戴了很多这种很精致的项链，然后还有一个茶壶，这种哦，就很有古着风，有点手作的感觉，超级好看，非常喜欢。然后裙子的话，上面有罩衫，然后还有鞋子也好看。这边。已经开始了，光线已经很好了，好可爱的，来回来跟我一起，一二三呀，啊，超可爱，这个是个和风的，超级好看，哇，JJ做和风真的不一样，非常棒。哎，这个下面这个边是自带的是吗？对，是的，好棒。不是那个衬衫。哎，袜子的搭配也好看。的颜色也特别好看，这个是什么皇后？帮我把这个裙摆拉一拉。现在她脸在褶子里，还在褶子里，我可以出来了。这是玛丽皇后吧？不知道是不是，应该是某位皇后。我记得哪个国派也有这个，非常棒。新品走秀结束之后，就是愉快的茶会时间啦。场地在巴黎一个很厉害的酒店，吃的真的超级好，以至于我全程都非常纠结。时间有限，我是应该趁机多吃点呢，还是多去拍点好看的姑娘呢？这次在茶会上还见到了我自己在 Instagram 上 follow 了很久的 Marissa 姑娘，真的非常喜欢她穿 JJ 还有 JM 这样的搭配。这次茶会 Marissa 也是带来了她标志性的华丽头饰。最后，他的这一身装扮也被设计师选为全场最佳。
很意外的，这次在茶会上还被好几位外国姑娘认出来，说他们在 YouTube 上看我的视频，真的是受宠若惊。最后，这两位幸运的姑娘抽到了设计师手做的茶壶包，真的是非常羡慕了。茶会上也见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罗娘姑娘，大家的装扮都非常好看。 JJ 大法好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茶会的礼物包里都有什么吧。首先是这样一张请柬，上面印的正好是我穿的这一件宝石猫，下面还有设计师中村女士的签名和她画的一只小猫，好可爱。然后的话是这一个漂亮的印花信封，里面是一个很好看的小的塑料文件夹，还有一个印花封面的本子。这个的话是茶会请柬，还有一条印花袜子。这些呢是马雷萨姑娘从俄罗斯带来的伴手礼，这一个是发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巧克力，还有一些糖果已经被我在路上吃掉了。不愧是我的女神，美丽又温柔。接下来是这样一个猫巡游印花的小袋子，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印花非常精致，而且是有点像皮革这样，这样的质感。正中间这个是 JJ 新出的 logo， 也就是左边一个 J， 然后右边一个 J 这样的一个设计，感觉很像就是某种欧洲皇室的族徽，酷炫极了。袋子里还有一个小的勋章，也是 JJ 的 logo， 我觉得吧，他们就是新出了这个 logo 喜欢的不得了，所以就做了很多周边，包括这三块巧克力也是 JJ 的 logo。 然后这个的话呢是来自日本一家叫做 Decochoco 的牌子，因为这家店可以定制包装纸上的印花，所以蛮多日本的洛丽塔牌子都会附赠他们家的巧克力，比如说我之前就吃到过 VM 的，还有 Emily Temple Q 的 Decochoco， 我记得他们有个饼干口味的还蛮好吃的。那么最后的最后，这个你猜是什么呢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猜这是什么？对，就是这样一件地球人版型，但是洛丽塔印花的这样一件衣服，这里是领子，然后脖子从这里出来，对，然后还有 JJ 的标，穿起来的话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希望下一次 JJ 茶会的时候，能有姑娘用这一件搭出一个华丽的装扮，非常期待了。这次茶会的票价不算便宜，但是场地非常华丽，吃的也很好，而附赠的礼物包也做得非常良心。其实想一想，这件衣服还有这个小包，再加上 JJ 的印花袜子，其实买的话也要蛮多钱了。所以总之真的是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一次茶会，也非常感谢你收看这一期 Vlog， 欧洲之行持续更新中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